早安。大家早，大家早。等一下，我还在弄东西呢。国龙早。国兰啊，没有。你为什么把人家的钞笔油条撕成这样？没有，一般是用讨的，叫他还的。没有烧笔的烧笔油条。来帮我，就像没有牛排的牛排。至少还有铁板面啊。不晓得有铁板面。妹妹，你讲错是放假。啊，若有债，你就买来啊！啊，若无债，你干来专工来啊？我懂。我叫啦。啊，你讲你一句啊，应十几句。妹妹，你莫无乖啦，爱讲。对袂。啊，有蚵仔无？有诶。同人食包诶。包食包。啊，对。包包包包。一只布。啊，啊，无大包诶，诶，大包真好食诶，诶，两包啦，两包啦，两包，两包。邱警察，高威早安，国龙早，邓明早，新加坡六早，崔兆早，邓明早。我说的也是，我在丰原被讲一个，呵啦呵啦呵啦，卖讲，讲你一句话，你一听十几句。你要大胆讲。我被虐了。我
我怎么觉得我在直播的比较多了，刚刚最顺利的。我怎么觉得我每次直播完都很多人碎碎念啊，下面的留言都在碎碎念，好多人碎碎念哦。昨天的八卦山又一堆人在那边碎碎念，我真的是没受不了呢。像优米早安 ，David 早早，快东早，伟正早，看看早，国正早，什么？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那有一个李美琪的，之前念那个女生，没在做以后，现在换念二姐，而且我好像跟她吵过架，她也蛮哇，不能跟她吵架，我跟她吵架，她会一直讲哦，她留了。记得有一次跟他留言后来讲了一句，然后回了十几次。后来我就决定放他慢慢讲了，我就不理他了。太恐怖了！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。我希望我虽然我已经有年纪了，我也50岁了。我都一直努力控制自己，不要变成那样子。你们千万不要变成一个碎碎念的老人啊！千万什么哦，为着你好哦。啊，别人我敢无平乱讲的，别人我平乱讲的，你就是我爱讲哦，安尼最好都不要讲。这种招。萱萱上来了，哎，萱萱在屋在丰原啊？对啊。萱萱，你跑去丰原啊？吃过啥？萱萱在丰原啊，赶快去，我帮你 call 人去。David Lai， 还有护林啊 ，David Lai 护林，赶快去丰原。然后看你这个，来，这位有我拍摄，谢谢啊，拍摄，拍摄啊，拍摄，拍摄，谢谢啊。300块过来，白带鱼，白带。家人要猜吗？家人，你要问他要不要猜啊？看他要不要猜啊？家人要猜吗？好。加了，还要什么菜？加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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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有，来五百来。500。哎，500个人啊，我要几包诶。500来。等一下哦，你们问有什么东西的，等我一下哦，等一下一个一个问。都在桌上啊，东西都在桌上。有猪脚吗？猪脚没有，在这里。猪脚。好，那怎么卖？够了，很贵哦。来，黑林500个人啊，500块黑林。这是千六诶，千斤诶哦。500。黑林，无人来哈。哎，叫做喂食到地的。喂食到地的，比如说什么？套丢，哦，今天套丢应该够便宜。你看后壁鱼也无少，但今日鱼市无啥物鱼啊。系啊，细腰啊。细腰。咱连套丢都无，咱八卦山套丢拢无。有人要过一股，过一股嘛有啊。我刚才前面碎碎念那个李美琴结束以后，他一定又要骂，一定又要留一堆东西。打一打，我回归一下，被举办了。
我看一下我们虾仁跟鱿鱼花，虾仁油，虾仁油，鱿鱼花，我问一下，鱿鱼花干乎？鱿鱼花没有，没有鱿鱼花，有虾仁。鲑鱼不打，因为鱼是没有乎哦，鱼是没有鱼。来萱萱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看起来是没有。放完那一包，萱萱应该是没有男朋友。多难买啊！小坑啊，小坑啊，无哦。套丢吧，套丢你啦，套丢了哦。刷烟，刷烟啊！刷烟你啊，你要套丢啊？买五百了。江英，你这看一下。报告来。来，谢谢。套票还有人来无？有人来，我倒下。咱这把鱼在哪边啊？这把鱼啊，一百块。一百啊，还是啊？那还是两条啊？两条呀。两位啊，宋文文，你虾仁要几包？鱿鱼花今天没有。十八块了哈，两位两包。因为鱼是没有鱼啊，鱼是没有鱼，到下礼拜才正常。因为中元节过后的第一个礼拜，礼拜昨天鱼市才开始，都没有没有鱼。虾仁要留四包哦。虾仁要留四包，好香啊！好，送我帮你留四包。小要留四包虾仁。啊，卡拉对不？一包一包了，八百了。好，无四道了。啊，一道够人啊！一道功夫大地。你看卡卡拉？八百。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卡拉。卡拉没有了。礼拜一到礼拜五一次，他们没有教，他们在重复。那你到时间讲，他们在重复，然后就不行。有没有？你那边的摆上你提早过吧，我一共一千多台的吃过，可以吃过嘛？在那个同城啊、绿城啊，然后他说这礼拜他没有交货，所以固定的啊。那你礼拜五才回来啊？那礼拜五才回来啊？礼拜一到。如果请假也老，一个请假一个礼拜，嗯，中元节过后，你有没有？你拜啥？拜个什么？没人发哦。八条来乖果加快点来大袋子啊，这是大条，两条啦，四位啦，这摆一定有啊啦，因为这个摆我顶下摆，这个摆应该应该是可以，来两百啊，乖果，乖鱼果啊，一个人来无？乖鱼果啊，大条呢，乖鱼果，啊，我一百无，三条啊。三只一百有人个哦，三只一百，一百块，来一百块一边来。等你先拿，先那个，先那个剁剁个的。今天有香鱼吗？等一下看一下。拿一百来。今天有香鱼吗？今天没有。没有香鱼哦，今天没有。来一百个人个无，贵股。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杀鸡啦！来一百块个人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萱萱，有人问你有男朋友吗？你看的是你贵的不多啊？哎，我要吃啥？我要吃上一脚，上一脚好，我来吃。上完就安排。好啦，我今天要来找啊。好啦。
鱿鱼圈哦，我问一下啊，有鱿鱼圈吗？没沙包哦，有啊，沙包都有。鱿鱼圈有哎，宋文文有鱿鱼圈，春霞找，我拍一下桌面给你们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卡够了，沙包够。够了，好，你摆过来。现在较大只了，沙包。六个响。好啊，今天有凤螺，凤螺活的，小章鱼，章鱼脚，那个沙沙呀，是木鱼皮，沙沙，有人来哦，无人来哦，哈哈哈哈哈，无人来拜拜，是木鱼皮的金小章鱼，是木鱼肚，金线鱼，花鲳，灰灰章鱼脚，是木鱼，金木鲈，昂沙章鱼脚。然后剥皮鱼有，好像有玉米鸡耶，最右边好像玉米鸡，花生点鱿鱼，鱿鱼圈是一包一包的吗？对啊，还好啊，今天有鱿鱼圈吗？有耶，有什么有今晚不来哦，你早准备黑零四包啊，那个像宋文文应该啊我老两包那你鱿鱼圈要几包？哎，黑箱。还是你要拿一箱？十包，鱿鱼圈十包。鱿鱼圈十包。鱿鱼圈两斤。哦。好，帮你留了。四包嘛，对不对？虾仁四包，啊，鱿鱼圈十包。过来买黑啊不？没有问题。我要问，啊你 Okinawa 有潜水无？啊，有潜水无？潜水无啦。无啦。都不用生虾。你讲你生虾哩？你啊台湾未使晒虾哦。我讲啦，我讲啦，迄种你台湾的。哦，偌好笑哩！哎呀，去日本哦，哎，我们今拍到好事。啊，西五港哦，我回来台湾，红军拍到好事。哎，他今天怕雨刷，一边左转一边左转呐。哎，个人啊，去。那个是。再一个来。你后礼拜要来无啦？要来我给你提啦。好啦。哦。还收偌济？收两千块啊。先吃吃，客辛苦。我要靠我客一半卖菜啊。来，你拢就欢喜就来。什么？拢有人订我才去叫。没有。来个人来无？无啊吼，来鱼皮，鱼皮要几包？一包一百。三包一皮两包，那鱼。三包一皮两包肉。嘿。好。阿哥姐。东汉早，玉林早。这个虾仁。阿姨啦。虾仁要五百吼。圈圈的头贴好漂亮。孙明，你只要就在网络上说什么轩轩怎样，你今天要去丰原啊？他今天在丰原啊，而且他说他以后没有要来的，你要赶快去找他啊。他暑寒假没有要来哎。王八，我现在还会会议哦。啊，包东西的包东西。哎呀，我这个皮包，我包东西。我这皮包呢？这无啊啦，那春节假不贵啊，春节假贵啦，那收人嘛。还是不去包等改分的哦。他还要另外五百啦，一包的，然后他还要卖我那个。一包而已啊。一包而已啊。哦，安尼先哦，哈。从到这边放五百。真假啊？到这边过去。他这边刚放五百。有啊，这有鸡腿排吗？鸡腿排今天没有。